和想玩的模式吧，在游戏中捕获。还是波波木接他吧，人的正凡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，是墙壁的神奇宝贝还是波波木接他吧？是墙壁的神奇宝贝，人的正凡来决定地点。发现神奇宝贝，是墙壁的神奇宝贝。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！设置你的七大宝贝进行战斗吧！按下按钮，好，设置按下按钮，上把瞄到 Z 在哪？在战斗中，你会有神奇宝贝拉你进来吗？此外，战斗开始。如果存在强烈的对手，抽中的电压或许会上升哦。第一回合，选择转盘来选择技能战斗。上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攻击力。第一回合，超梦重伤本能觉醒了，上马，飞下。你个人形态进来了，向我协助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。对手也很有能耐。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瞄准球，很好了，海哥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柱子吧。神奇宝贝攻击，小心啊！不配！我的妈！攻击我！攻击我！啊！选择战犯来选择技能吧。最终抉择，选择战犯。很好的判断攻击，凭借我们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。糟糕！终局技能。搞定了，捕获机会。对方神奇宝贝攻击，小心啊！我冲你啊！捕获机会。对方神奇宝贝攻击，最终战败。战败。选择正反还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，地点全开，完美转动条开放，是神奇宝贝手，糟糕了，上来，丢下他们。结束，取出缺赛吧，下次再来哦。